Hello， 大家好。昨天晚上我是停在那个雷州服务区的，到这边都已经凌晨两点多钟了，所以今天睡了个大懒觉，都到中午才起来。刚才在服务区随便吃了点饭，然后现在准备走吧。今天准备开到那个南宁那边去，因为林红订的回来的机票就在南宁那边。然后我开到机场那边找一个附近的窝点，就那里等他吧。先出发吧。今天好大的太阳，好热呀！我今天其实是被热醒的。我一个人的话就停在这种大车位的，现在小车位我一个人不好弄的，所以昨晚上有点吵，全是大货车的声音。走了，好了，准备出发吧。一个人开拖挂倒车这些都要非常注意。好嘞，走喽。准备出发，预计晚上6:11到达。400公里，开4.5小时。开始导航，在 G15 沈海高速上，您将行驶72公里。有2个服务区，就像一个人开高速啊，就容易特别犯困，也没人陪你说话。刚才要去买一瓶这个乐福提神，今天要开接近400公里。但是我自己开车的话，一般就是开的比较慢，然后隔一个到服务区休息一会儿。我估计到了可能6-7点吧。就是为什么我要到那个南宁那边去？因为黎红当时订机票的时候啊，直接到海口的话太贵了，然后到南宁的话要便宜好几百块钱，所以说黎红是从海口过去，然后回到南宁，反正我们也要往那个方向走，所以我就现在自己开车过去。现在只是听儿歌。这里就离开广东了，进入广西。跨省收费站，还有250公里。下个服务区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连续开了150公里了。刚才去买了个那个鸡腿，15块钱，还是有点贵的，但还是比较大，也还可以。休息会儿，继续出发。到那边还有多远？看一下，还有230公里，2.5小时。现在已经4:30了，大陆天黑了。一个人开车的话比较犯困，安全着想嘛。一个服务区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去买一瓶这个乐虎。现在到个服务区来加油，然后现在外面显示只有15度了，等一下我去外面拿件外套穿。现在都有夕阳了，特别漂亮。现在5:30，天都快黑了呀，感觉。我现在去拿件衣服穿，好冷啊。
越往这边走越冷。哇，这个夕阳太漂亮了。我现在还穿的是短袖，哇，好冷好冷。这个风一吹啊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赶紧穿外套。穿了件这个冲锋衣的内胆，抓绒的，哇，舒服多了。刚才一下车就好冷，那现在去准备加个油，就一口气直接开到南宁那边去。现在已经找了个地方把车子停好了，这里是南宁的综合保税区的停车场，应该是免费的吧。然后正好有两个这种车位是连在一起的，我车子直接开进来就不用分开了。然后明天去机场接黎红，今天晚上就停这里了，这样也方便，不用拆开。现在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就上车了。外面好冷啊。